因为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来慢慢开始了。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非常荣幸邀请到那个法国高等研究学院的高万桑教授来为我们演讲。我们先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我们就是一样，先大概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这个演讲的背景啊。这个演讲的背景是我们在执行一个蒋经国基金会计划历史当代地方道教研究。那我们邀请了很多的国际学者，从道教研究、历史、人类学、社会学各方面领域哦，来跟我们做一点交流。那高万桑教授非常出名哦，我想说我就不用做太多的介绍，他就是接着我们台湾最熟悉的那个施周仁教授、劳国仁教授，然后再来就是高万桑教授在那个法国高等研究学院的一个教职。那他的研究也是范围也非常广，中国宗教的社会史。然后特别分在近现代18、19世纪，或者是明清，特别是在清代。那他今天跟我们讲的一个主题呢，是龙虎山张天师的起源哦。然后此外，他还跟我们讲，他在他手上现在也拿到一张那个宗教书籍的规范索引，他来跟我们聊一下他对一个整个中国宗教的研究有一个更宏观的想法。那我想这边我就不占用太多时间，我把剩下时间就直接请高教授开始。那我们再热烈掌声来欢迎他，谢谢。书啊，玩书啊，就是跟书籍过来的东西啊，还有那个修
说烟的所吃啊，各种各样的明清一直到民国时期的那个经卷，道教的烟坛，那个佛教方面的烟坛，教门的一个什么都谈，对，要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要有些完整。就是这个题目的一个好处是，对，就是台湾或者大陆的学子也可以有共同的兴趣和讨论，就是这个是对西方的学者，他们大部分还有这个感觉，就是这些文人他们不欣赏，那是 atheist， 但是儒教不是一个宗教啊，儒教没有神啊，所以他们都是儒神，所以没有什么信仰，没有什么仪式，没有什么这一个宗教的生活。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开玩笑的，这些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这些文人都有一个非常非常浓的，还是非常丰富的个人的religious life， 宗教活动啊，他们都在静坐啊，诵经啊，有这个宗教的新闻，非常非常这个研究，但是这个方面的学术方向知道是目前不够，所以我现在做这个东西。为了做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很多就是新的资料弄清楚，因为十五年以来左右，新的这个特别是台湾的学者啊，龙先传翻出鲁一些位这样的这些老朋友，他们编了和出的新的资料太多了，非常非常好玩，但是很少学者看，特别是在西方很少学者看，因为太多了，也目前还没有什么工具来处理这些东西，来找到一个具体的这个信息，或者来了解。如果你看一本书觉得就很好玩，但是没办法了解，就是哪一个教门还是哪个时代，还是这些编著这种经卷的人，他们是谁，有怎么样的宗教背景啊？这些问题都要先弄清楚，然后可以开始用这些新的资料。道教文献也是这样子啊，藏外道书啊，山东学艺啊，还是现在大陆的学者也正在编的开始新的宗书啊，包括这个中华虚道宗啊这些东西，把新的资料都要公开出版给学者看，但是。这又很好，但是没有一个地图，有 map， 就很难用。所以我现在要做，中心要做的一个新的计划，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建的不是我一个人，就是我们有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委员会来考虑这些问题。我们正在，我们还没有申请经费，因为可能明年可以开始申请，但是申请之前我们先要弄清楚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我们的架构是什么，因为我们还在考虑这些基本的问题。所以我把那个非常简单的简介，把这个计划的简介给大家看。如果你们个人感兴趣，或者华山宗教研究中心感兴趣的话，我非常非常愿意会合作，交流合作。好，对这个东西现在不要多说，如果后来还想继续谈，我们就好，我们就回到龙虎山。龙虎山中间这个起源，好像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已经有一直从民国时期的学者开始研究道教的历史，这个问题已经出来，就是管理中国各个地方的道士和公馆，这个龙虎山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僚体系的中心，什么时候出来了？他们这个龙虎山的宗室。说的话就是我们是从中道林以来有一直每段的这个传统，就是仪式还是神话啊，这些问题就是从基本的问题，从民国时期的啊，修山的这些
开始写道教史，你们已经讨论，所以不是新的问题，但是推导问题有可能我们会提供，可以用新的资料和用新的角度来补充，就是以前的学者说的。但是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第一步开始，第一步是好好的定义我们的研究的核心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所以有可能对你们我现在要说的话就是比较 trivial， 就是真做知道的东西。但是我还要深信一点，就是把我用的概念和词汇要好好的就说清楚。第一个字就是天之道，就是有不少当代道教研究的学者，他们有的时候用天之道或者真理道，就是混在一起，他们的用法有的时候不够清楚。对我来说，我们怎么定义，就是个人的选择。就是我现在用的方法，我定义的方法不是唯一的，就是其他的都错了，我完全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角度。但是对我自己的研究，我就用这样的，其他的学者用另外一个方法，我完全没问题。但是我现在用的是就是这样，我就坚持到就是一致。你知道了，这是字以字为中心的一个组织。这个天之道是从汉末开始发展，现在四川地方上，然后2015年之后就慢慢就是到全华北，然后华南。有幸那个组织，这个组织到唐代还存在，就是现在学术界的一个很重要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比较具体的convincing 的一个说法。是通谋还有天之道吗？不清楚，有可能有可能一些地方有，其他的地方没有。到宋代呢，更难说的。所以到通谋宋初，我不敢用天之道这个词。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词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还这个时候还有以致为这个基本的缘分来安排地方社会这样一个组织，有可能有，但是我还没有看到这个 evidence。所以我说早期天之道，对我来说早期天之道天之道是同一个概念。然后真理道，我比较反对用天之道和真理道做那个三语，就是放在一起，因为我觉得真理这个词的含义在我们在道宗里面的那个文献跟天之道完全不一样。真理先是一个水部，是道宗的一个部，所以是一个 corpus， 所以是书，然后也是收入的一个阶段。所以到唐代是已经是这样子，在宋代更明显。真理导师是收过真理度的导师，可好像没收到更高的什么灵宝路啊、上心路啊、神仙路啊这些更高的。所以我最不喜欢的
说法，就是真理道是什么？这个就是北美的学者叫谢欢这样说，有真理道是什么？还有一个真理道，还有就是跟那个圣经道和灵报道就是分开的，就不同的那个宗派，那个 schools and sects。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道理，反过来说没有道理。真理是一个阶段，对，说过真理路，真理门路，就到了真理道，然后要学其他的道法，说其他的路可以动，就是什么灵报导师、圣心导师等等，还是但是基本上所有的导师都是真理导师，所以我用真理道不是为了。就是把一个宗派分开进去，我做的真理教就是跟真理门为路，有就是是分开这个阶段。我在欧洲或者北美看到这个问题，我比较喜欢用那个大学的比喻，真理就是那个 vacation。这个学位，如果要读博士，先要读本科学，所以要当一个博士，先要当一个真理导师这样的一个知识，然后可以更专业的研究某一个法，当一个组织，然后读一些的，然后读。所以这个阶段的那个系统，我们大学有同一个路。当然不是一个东西，那是一个东西的东西。然后呢，我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不是现实的，因为虽然我是两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以龙骨山为中心做这个，所以因为一直到唐末没有龙骨山，所以或者说是专门看到从唐末到当代。这个医学法，所以我很少看到天书的。我一说真理门为路，但是我的研究不是研究一个路，一个那个仪式，还是那个收入就行。这个研究的对象就是我所谓龙骨山中心制的制度，这个制度跟天书道的真理。是还是另外一个制度，我所谓的制度是什么？这个制度有几个不同的源头，一个是张师这个释迦，对这个讲，新疆的人就在一个地方住，还有这个土地的宗族的组织，还有他们的历史啊。还有这个地方，我今天要比较多一点看到地方，说宗教地理，龙骨山这个地方，它在全国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就为什么到宋代，从宋代到清末，所有的文化和道士从这个地方被管理的，不是一个国家问题。这些地理有很明显，所以说这个制度要看人，还有地，这个地方，有一些，还有几个庙，一直到清末龙骨山有几十个不同的公馆，有大公馆，有小庵呐，一个有一些和尚。但是道士官的文化很多，但是所谓今天没有时间看到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圣心，也是圣心。和圣心宫的道士，也是那个官方的道士，所谓的法官。圣心宫的法官就是管理，就是帮忙中心是管理全国性的公关和地方生和道士啊收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龙骨山，要看这些法官，就是很高层的，就是文化水平非常非常高的，就是很有名的这些
的法，他们也都是释迦，他们的历史也很长。我看到就是现在还在这个法传上，对逐渐就是从宋数是北宋开始在龙湖山做法官的，所以大概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所以我的一直补充就是这个，为什么在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有这个角和这些庙和这些道士组合起来，就是慢慢的当了全国性道教的中心。很简单的话介绍我的那个分析的框架。一方面，龙山正是从唐末开始说他们是张高丽的后代。对他们说，我们的传统，我们这个从张道陵开始，就是1142年，新初代宋老君下来这个时候的，是吧？张道陵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传统没断。我们是张道陵的后代。这个话，一方面是神话，但是历史上没有这个。但是我们做历史分析的工作不会在这里就是 stop， 就是很明显历史上没有这个。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说，这个说法有没有他的道理？我觉得也有他的道理。虽然是唐末就是有当地正式的人开始就是弄起来这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就是因为我所谓的张先生的制度，正是早期先师道的后代，也有它的延续性，不是那个学院的延续性。文他说就是他们千万没有什么关，没有任何关系，也有它的可能性。中山中是历史是早期中式那个中间式的一个家中的话，但是无所谓，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解决，所以这个问题没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那个 vision， 他们的世界观跟早期意识到真有延续性。就是因为他们出来的时候就是通过宋书，这个时候，特别是一十世纪，就是五朝时是我们这个时期，道教正在一个很大的变迁当中，很多人就没办法收入，道士没办法培养，所以他们龙人的重视就是说，我们要重新。例外这个早期性是道的精神，只是收入只是给大家的，不是给一些特别的人，就是我们要公开把所有的人给他们那个救度的开他们救度的路 Universal Salvation。 所以虽然他们用的方法跟早期的精神这个和社会组织完全不一样，因为汉代的社会和唐末宋初的社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组织也完全不一样，是一个新的文化，一个新的社会。但是那个 vision 也有自己的延续性，所以你们要救度所有的人，所以他们要公开那个收入的系统。这是我的看法。如果有所以他们的方法有就是有很多方面的，就是最关键的最核心就是他们怎么管理那个正义武术的这个正义那个过程。
我们其实有这个光脚来考虑文物上的历史，你刚是看历史文献，在中国各个地方的名山啊、洞天福地啊，之内龙骨山是一个比较晚出来，有可能有其他的资料有没有找到，还是没有看到，但是从我所知道的最早的看到龙骨山的文献，就是司马迁人的，就是当中西司马迁人编的那个洞天福地的名单。其实这个名单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根源吧，就在那个云里七天里面的那个版本，而这个版本很有可能就是从那个司马迁人写的东西的基本上就跟后来还有人就是编辑者做一些改变，但是我还觉得好像司马迁人把龙骨山放在了他的洞天福地的名单里面，但是他把龙骨山放在一个比较低的地位，从司马迁人的角度来说，龙山镇不是一个洞天福地，第32个福地，但是离龙山很近，15公里左右。有一个当时更重要更高的龟部洞天，龟部山，其实龟部山不是一个山，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洞，龟部洞。后来呢从最早的龙骨山的志书，就是元代的龙骨山志，你们可以看到当时龟部洞龟部山还是龟部洞天已经淹了龙骨山下面的一个陵墓，就不做一个单独的那个独立版的那个东西，就在龙骨山全山的一部分的陵墓。好，这样的话就从中西一千看不到龙骨山。然后为什么司马迁人就决定把龙骨山要作为一个福地，司马迁人没有说清楚，所以我们可以在我们后来也可以考虑这个 hypothesis， 但是从这个名单也没办法知道。然后呢什么时候有文献说，有一些记载说，在龙骨山有姓张的人，就是更晚，就是唐某，19世纪某，就是在杜广进的故事。杜广进在研究龙骨山的历史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虽然杜广进没去过龙骨山。杜公进是在天台山入的道，然后搬到北方，然后从北方搬到四川。但是杜公进在天台山的叔父，他去过龙骨山守墓，所以杜公进有关龙骨山的故事很好笑。大部分是他师父或是他的同代的弟子给他说。其实他也有在道教的年纪，就是杜广进写的一个比较厚丰富的道教里面的故事。也看到过有关龙骨山的一个故事，他提到他的师兄是两个人，
回答杜光经的读书说，龙虎山有张道陵的后代，说十九代子孙，在龙虎山就给大家守路，这第一个记载。三年前你在扬州，在一个考古工作过程当中就发掘了几部这个当时还是唐末年的一个班，那个杜公班，也是跟杜公敬的人员提供的信息。在龙虎山本地最早的碑文是南唐时期的碑文，现在这个碑不存在了，但是从元代的龙虎山志里面也有它的碑文。我觉得这个碑文没有理由就是有太大的怀疑，应该是不好。这个碑是为了一个张道陵的庙，在龙虎山的一个张道陵的庙，说清是南唐朝为这个庙和全龙虎山的支持。然后呢，从宋朝创立之后，有关龙虎山将军史的记载越来越多越丰富，也就是剿内和剿外的重要的记载开始比较多。然后到徽宗朝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变迁，就是皇朝就决定龙虎山有全国性对守正义路的垄断。其实宋朝初期已经有记载说龙虎山有在龙虎山本地呢，是有的时候中间就是在山外旅游，给就是跟守正义路和他收入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收入的是集合的，是集体的，还有规模非常大的集体的那个收入意识。有的时候有些高官就是比较反对这些集体的活动，因为中国历史上你们都知道，历史上所有的官员都要反对这个集体的活动，对，因为个人都怕有可能有意外的。但是到宋徽宗的时候，宋徽宗就一不反对龙虎山的集体的活动，其实是给他一个很大还是很创新性的一个垄断。因为这个垄断这个概念是在中国的宗教史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因为早期天师道没有垄断这个概念，在早期天师道每个地方有导师，你在一个小区，就会在一个小区里面收入，只有最高的路有可能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因为在北宋还是跟小乡没有这个有合适的人会给你说你要去要去哪里变的地方。但是基本上的标准就是在当地说，你如果有这个地方你最后就有我你按照这个来下一段的路就给就是传给人，没有这个垄断的概念。所以宋徽宗决定只有一个
地方，一个庙，一个公馆，会给人守阵一路，就是那个张千院出完路，这个国省的一个附近，有可能是最大的最大的变迁。然后呢，从那个守路垄断的基本上，龙武太上天神就一直到了其他的更多的郡的时候，包括管理全国的公关啊，管理全国的闹事的问题啊，一些后来直到元代的时候，他们一直到权威来封山，所有地方的山只有张天师会给他们封，就一时的垄断，所以这些不同的垄断都有当然都有互相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积累就是宋徽宗给他们那个树阵一路这个垄断，因为封禅的从那个仪式的角度来看，封禅也是一种收入，因为如果张天师封一个地方的山，他就给他一个路，那个坐山路啊，这样的路，有的时候是这一个导师的带这个山来给他收入，所以封禅和收入是一致的事情，是分开的。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龙虎山发展的历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发展是一个很快的，很 very quick development， 就从一个没有人知道这个狭小的偏僻的地方，就变了全国性的那个收入和丰盛的政府，就用了400多年，我觉得也算一个比较不断的比较快的一个循环。好，我们就这么会了解这样一个快的人生发展。所以我要从经历开始。道里面的理解，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有几个不同的部分。第一个是怎么应用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发展，就是一定要考虑那个宋朝的皇帝怎么会考虑啊？就是这些导师啊，这些丰盛的东西，我们要选择一个人，应该一个垄断来做，就是不是一个就是必然的东西，因为以前他们那个收入啊，丰盛已经有一个很长久的历史，一来就没有垄断，只要做就可以做。为什么有垄断这个东西？另外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和这个地点？如果我们弄清楚为什么宋初的时候就政府就开始给宗教制度一个垄断，他们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来给这样一个。为什么他们留给茅山的这些高道给一个垄断？其实也给了那个上清的垄断，但是千万不会给那个龙虎山的那个权力可以。也有很多其他的用，为什么没有在那个他们的开封建了一个很大的公馆？就是说现在全国性的道教的东西
就是在我们在首都在改，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就选择这个龙山区？就是你要很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了考虑为什么在龙山就不在其他的地方，我们要看地图。其实我很喜欢画地图，但是画地图有很多办法，有些办法就很好看，但是没有用。就是我们为了我们理解那个理想的发展，所以要选择什么是重要，什么是不重要，就是好看的，好看的有用。所以我花了很多不懂的，就发现了这个有可能对我来说有它的那个explanative power。里面有。就是不用湖，就是不用边缘，然后这个边缘这旁边都是山脉，一直到汤中西或者汤某西，华人社会的边界。就在这里。他们来的时候，这个边缘已经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是中渔的地方，对北方他们的势力厉害，很大的部分就是可以引导北方，对这个地方很重要。但是那个外面的那个山区还是比较野的、野蛮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民族都在这里住。这些很多东西都是那个司马先生龙天福地里面的那个新闻。为什么我说新的东西？就是一线，对龙虎山在这里，跟龙虎山一样，这些其他的，在唐中期以前，我们在历史文献看的，马路山，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富丘王国三县的那个花盖山。还有六角山、玉石山、玉林山、白玉山、玉龙山，这些山都是跟龙虎山一样，从唐末期开始在历史文献出现的，而他们的位置。都是一样，他们都不是，其实不是这些东建的，其实几乎所有的东建土地都是这样子。他们因为不在也不在最偏僻的最高的山脉，他们就在那边的旁边。其实龙虎山虽然。山志描述龙山的描述的书啊，就是那个武夷山山脉的一部分，但是最后一部分，就龙山很近那个中渔的地方，对，完全不是一个偏僻的地方，就在这个深度经济很发达这个地方的。他的也都是。另外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龙虎山是在一个河上面，那个双溪河，现在说双溪河是上面有其他的这个河，如果要往上去，就到这里，
然后有锅一个碗，煮一碗，然后你可以坐船下去，然后这个山区也有它的经济的重要性，就是种植的、做织的、paper making industry。然后往下区，回到鄱阳湖、扬子、江南。如果到这里要往上去，要那个双脚，然后要走路，在这里，然后从后面你可以再坐船，坐往金华到黄山。所以其实龙虎山是一个那个 training network 的上面，和历史上从唐末已经是这样子，从唐末到二十世纪，龙虎山的壮士，他们这个那个 lineage 那个宗族，他们大部分都是商人，一些是汉业企业，对，这个宗族虽然也是那个 Taoist school。那个道教的教皇，但是也是一个比较一个地方的有标准那个南方的很有钱的那个 trading lineage。然后呢，我们已经看到过。龙虎山本地的第一个最早的那个记载是那个湖南唐朝的碑，这也是很值得考虑，因为很明显就是那个第十世纪是龙虎山发展的开端，虽然唐末已经龙虎山已经有龙虎山的装饰。但是他们还是把从其他地方就是引起来各种各样的道士也有就是在家的修道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到龙虎山去，这个发展是在第十世纪的情况如何，北方是卢湾的游乱，北方的因为有不断的战争，北方的大公馆大部分被坏了被烧了，所以北方的江南的一部分也是这样子，大部分的那个道教的那个结构都被坏了，没有收入的庙宇的地方，没有管理地方高校的这些，但是这里是南唐朝，就是全中国当时最文明的地方，这里没有战争，是很小，有经济比较发达，社会比较安全，可以旅游。可以跑到龙虎山去收入，还是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是，也不是在偏远地方，所以龙虎山也是一个跟其他的封建腹地一样，是一个山区，在那边不会教育，也不会拉公夫啊，也不会杀生，所以是最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安全的地方，还是一个更。为你更安全的地方。另外呢，张坚是住在哪里的？住在那个现在住的双星镇，是一个小镇。这个镇的前提就是一个军营，就是唐末的一位姓倪的一个将军，就在这里军了一个营，一个干部，但是这个营很大。通过南唐朝时期的
他有这个将军有一千以上的军人，你看这军队很大，所以这是一个共治选选区域的一个中心，所以有那个贸易税，有军队，也有他的宗教中心，都是在一起的。后来的城市一直是这样子，他们后来也有他们的那个锻炼，They have their own army. They are trading people. 在南昌有他们正式的会馆。你说怎么看？我是正式他们自己的会馆在南昌。Army, economy, and religion 都在一起，一个很有趣的会馆。所以这个发展完全是符合。就在这一个地方有最好的条件来建立一个新社会，因为宋朝的社会跟当朝的社会完全不同，是一样的社会，给了这个新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那个宗教文化，做一个新的核心，那个官僚核心，最合适的是这个社会。干了快个好几次，就是要快一点，就是要介绍这个小地方，因为签的那个地图是规模大的，就是全区域的，全江西北部的那个地图，现在要看一下那个小地方，龙山本山的那个，其实我在书里也有我自己做的一部分，是我现在用的是那个当代那个旅游部门给进去的设计那个地方。其实龙虎山历史大概有三次，只是松青和就是上游，就是下游吧，就是往北方，往那个昆明。这个最古老的应该是那个最下游的，然后就是那个正高玉的庙，然后有那个上清镇。所以这个三镇也要介绍一下。主要是那个显年不是龙山的意义，其实大陆东南部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其实东南亚也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应该是当然那个什么记载，但是考古学者和一些学者都觉得应该是住在这些地方的拜月民族，用这些砚来做葬亡人的墓地，墓地址是在那个上面的砚的东一面。所以有这些现象，这些显现，我们知道，其实道教的以前，龙山已经是一个 sacred site， 一个圣地，应该有它的更早的历史，但是这个早的历史我们没办法。我们所知道的是，龙山当地有附近之后，
就董毅的老师就开始创新的这个一个新的那个神话来揭示这些这个界面验证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的是那个仙人，仙人是仙界这个修炼的地方，然后他们升仙的时候就把尸体就是我把他们那个尸体就放在那个烟里，然后他们自己就升到哪里。那其实是后来的中心的解释，原来有更早的宗教行为信仰，就是更早我们非常早。然后呢，第二层就是找到运动量，就在这里，过来叫正义观。但是原来就是那个南朝。南唐朝那个魏，九阴面建的那个魏就在这里，所以很好像，龙虎山。最早的发展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张道陵的庙。为什么司马迁征龙虎山就决定做一个府邸？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那个东迁府邸名单里面他们都有拜真正或是县的庙，所以龙虎山是一个府邸，因为有一个拜张道陵。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唐中期或者唐后期，拜张道陵的庙其实到处都有，非常非常普遍。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从我们可以看到的还存在的这记载来说，这些那个唐代张道陵的庙。四川也有，华北也有，江南也有，几乎也有，什么地方都有。这些鸟不应该是所有的，但是很多就是正式的人管理。因为从早期牵涉到的文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张道陵的子孙，张道陵的后代，他们没有什么垄断。但是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于是有关他们的祖先就是张道陵有这个特别的关系，所以要拜张道陵的话，就最好就是有正式的，就是他后代的建的庙，还是传圣的那个塑像，不是圣像。杜光经有一个故事说，他比较一个不同的这个张道陵的庙，但是他说最有灵啊，最好是这一个，因为其他的没有正式传下来的那个真相。他说的那东西就是有关四川的张道陵的庙，但是其他地方应该也是来共享。所以，什么时候很难说，但是唐的中期应该也有龙虎山一定有一个张道陵的庙。这个张道陵的庙很好像已经有姓张的人来管理这个庙。他说我们也是姓张啊，我们是张道陵的后代。但是这样的龙虎山不是例外，这样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所以这些龙虎山的人是可以说我们是他的后代，所以我们的庙很有灵，我们可以来拜张道陵，他们可以治病啊，还是可以来张道陵等等，可以各种各样的灵验。但是我们跟其他的张道陵的庙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不一样。
就我的 PPT 上也有一部分就是探讨中高龄的生活的发展过程，但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我这东西我不要多说，因为好像你看很熟悉这个主题。对，对，那个刘立峰那个天水庙和他的鲜花，但是呢，在刘立峰有关张高龄的神话，庐山有一个新的东西，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张高龄的剑和音。就是非常非常关键。其实，法国的宗教史学者米歇尔·德塞特也说过，La géographie, la géographie， 就是说，神传还是神话，就是地理学，就是这个说法一针见血。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所有那个《天池传》，就是张高龄的那个宣传，就是越玩越长越复杂。但是为什么是越长越复杂？就是因为越来越加新的地方，一直到那个原初的那个历史真相提到中间，那个最长的最有名的那个。那叫现传的问题，第十版传全部都是张高龄的传，就是那个一些这些都可能是53卷很长的，但是里面最长的一个传有两个，就是老子一个是张高龄。这个张高龄的传为什么是很长？因为他要提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也是很复杂。为什么是值得导演这么写？就是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说，哎，我们有张大人的庙，他来过这里啊，他在这里什么杀鬼，还是做各种那个灵验，还是他在这里出生，还是在这里修道，还是这里修炼，还是在这里升天等等，都有他的灵机。这边那个先传的，他应该把这些不同的地方有放进去，因为从那个很早期的那个神仙传啊，叶仙传这些等等，已经是这样子。为什么看到一个仙，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庙，所以应该要说这个庙在哪里啊？为什么这个仙在这个地方做过什么东西？然后有他的庙，可以拜他和他的生活。张高龄也是这样子，但是地方太多了，有各个地方有把张高龄的坛都是庙，所以这个历史这些特征的转，它就是一个旅游指南一样，那个啊，去这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多，但是。就有些地方有他的什么丹经啊，还是他的这样的名字，但是他的故事，但是在从卢广仲的故事里面开始，有一个张高龄的传，有一个新的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天和他的音，其他地方都不说。这个故事是什么？张高龄说。如果听说张高龄要白天上去的那一天，这个时候他最后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时候，他做了什么？跟他的儿子说，我现在要上去，所以我从现在以后你要继续我的工作。就是救助人类啊，
就给大家说说和保护党。为了做这个工作，我把你要的东西送给你们，我的音，我的剑，你们稳住。这个剑，这个印，要每一代传给一个人。第一次也这样一个出现。然后，不算正式，不算我的活的，们不会用我的剑和我的剑。所以这是龙虎山对那个中高龄的传，天师传。的贡献就在这里，就是他的监督，他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在龙虎山举行，就是在四川上面，你看一下。但是后来他的后来就是从第四代要回到龙虎山，然后监督营就在龙虎山转到。所以在我们研究那个天师传这个神话的一些发展，你可以看到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为那个原始的历史真相知道的空间里面也不看到的东西，都是看好玩，看到很多其他的天师庙很快张道陵的时候不是碰见，不是个龙虎山，但是它包括这个更关键更重要的物质，这个剑和印，最终的那个iconography 的我就把它看，我们你可以看到从宋代开始有张天师的像，就开始看到他的剑和他的印，剑印剑那个印那个剑上，然后对剑。这个云台山的雨水的月半画，好，其实这个已经半岛国，就是宋庆珍的一些照相，对，同时也可以看到宋庆珍不是一个那个山庄那个小偏僻的那个修烟的地方。这个很大的那个training community， 这个相信会比较大，因为它的穿，其实天师府的对面前面这个广场也是一个码头，因为他们的圈位的线，然后看就是从奥运获胜奥运。这是张氏的七代宗族的那个六后裔，六后就是张亮。对，现在重庆这边还有很多这样的老房子，都是就是在天师府外面的这样的老房子很多，就是他宗族的其他的住的。这些七代人他们很少有道士，仪式上也有一些。学到做到是，因为这大部分都是完整的，过了科举就当个地方官呐、做上升呐、做那个军队的将军也有不少。那从宋代开始，也有不少掌事的，比较有名的将军，他们住的都是这样的那个六合地的。
天数不是天命。好，内部的那个报告的作为过一部分，其实叙述机现在就是靠这么了解这个农户站的就一些发展的四个最普遍的那个说法，对这四种的这个说法也要评论一下。那个第一的角度，我从原先的学者就是很少用，所以我今天呢说的那个第一，就是今天就是为了就是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来考虑。龙骨山为什么这个发展就在龙骨山举行的，没有在其他地方？但是还有我们了解好龙骨山这个位置，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之外，我们还要弄清楚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是从唐末的，特别是满唐朝的时候。有这个很快的发展，有这个时间时期的问题，然后有为什么就会有这样一个集中性，就是高校管理的集中性，还有一个垄断概念的出现，会所以就比较传统的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有些有唐或者南唐或者宋朝的支持，就会有这样一个发展。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解释就没有太大的。没有太大的帮助，也没有太大的那个可能性，因为在龙骨山的无声发生的历史上，和很多其他的宗教组织和宗教神秘的发生也是这样。政府的支持是后来，是一个 consequence， 是一个后期。先不发展，然后政府就认可你的支持，不是天道，就是政府先支持你，你就会。从那个 chronology 那个边缘的，建议看到那个边缘的角度，就是我觉得比较明显。就杜光清的历史，这个故事，的描述啊。东西说龙骨山每年就是龙骨山传统汤每年有三次的集体收入，就三元制，上元、中元、下元，和每年三次有集体的，就很多地方来的人在一起参加这些收入的仪式，也是很值得看的是从最早的记载已经说清楚，这些人是不是本地人意，本地人也有，当然也有，但是从最早的已经从唐末开始，已经说也有从其他的从很远来的，对，那个最近这个发掘的那个杜公办是一个扬州。江南扬州的一个导师，也从扬州到龙骨山去收入，是一个比较远的，就是
不是那么容易啊，你要有花比较长的时间。你从各个地方来的，但是各种各样的人，你当时也有。在鲁公厅的一个屋舍里面，你说同时有三个朋友，还有其实是同姓的人在一起去守路，一个是一个地方官，一个是一个商人，一个是一个道士，这个就是个很有代表性啊，也并不是偶然的，就是很不易的这种事。你说在龙骨山守路，就是全社会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去。有一些就是为了当老师就一些，有很多的是为自己，他们不要当老师，是为自己要当一个先，要救助自己，都要去说。就从很早已经是这样子，所以和这个东西第一那个第一次有政府支持农务省更早100年左右。所以政府的支持就是后来不是，所以我们仍然还从宋代以后，龙骨山整天是制度跟政府是混在一起，所以我们还要仍然还要研究这个历史上这个 alliance 这个东西，但是不会用它来理解。为什么从康末以来开始有龙骨山当地居住的？然后那个宋朝给他们封那个当地居住，也是一个那个 very gradual 的那个过程。所以那个支持和认可是慢慢来的，不是是一个延续的一个深刻。第二个呢，以那个政府支持的，就是更有意思的，更有说服力，就是龙骨山跟道法的关系。龙山整天制度开始发展的时候，也是新兴道法发展的时候，可能是同一个时代，特别是天清真法，就是最早的最有影响的，就是早期的道法，就是天清真法。天清真法跟龙虎山有怎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后来就是特别是南宋的道士，比较有普遍的一个说法，就是天清真法跟那个真密，和龙骨山的那个真密求入的系统是一回事。经运中也有这样的，也是这样说。但是我们要小心，另外一回事是天清真法，就是南唐时期发展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灵媒，就得到那个张道陵的符，就张道陵当时就是在汉代就是封在地下那些符，就得到这些符，就开始用这些符就是治病啊，然后有。但是有这个天清真法这个道法，所以天清真法跟龙骨山他们两个又是跟那个张道陵的直接的关系，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我们看不到什么问题，在天清真法的资料里面，他龙骨山这个词一直里面。怎么会理解呢？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我母亲还没有多好多多的那个电锯，但是我猜的是天清真法的法师为了被人格被政府也好，就是最重要是被那个地方社会地方的领导被人格，他们需要守路，只有路就会做法，就是运动场。天清真法是在那个正义路的那个阶段，就是有其他的道法需要更高的路，有那个生肖啊、阴报道法等等，需要的力度呢，就需要更高的路，就会做这些。但是天清真法是你有正义路就会做天清真法，所以就是天清真法的法师需要正义，他们在哪里得到正义？我认为。不应该是所有的，但是很多都在路上受苦，然后回家就做那个亲戚人，所以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但是在天性蒸发的文献里面看不到这个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是不用特殊的这个事情，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因为在农户上得到那个正义路，就是对他们来说是那个 license， 那个 authorization， 不是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意识、他们的信用最重要的，就是外面的一个条件，他们需要这个到农户上去。但是在农户上当时，就是当我松树在农户上得到这个路，但是不需要意识。不学到，然后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等一下，暂时来解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迁，就是从中级先开始，有可能是更早开始，但是我们。从现在就是可以掌握的那个记载，看不到这个张继信的线。张继信是宋徽宗，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以前看到什么时候龙虎山有那个张继禄的龙冠，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他在位的时候。张继信为什么是有可能就是又是鸡蛋。现在张先生的问题，我不要，一次也不要说，你不用问我，我不要说，不是我的事。但是历史，这历代的张先生，为什么？但是有可能是最重要，就是因为从他开始在龙虎山也可以学法，就一天就是收入而已。但是从张继信开始。在龙虎山当然可以收入，但是可以单独上一点时间学法，然后回家当法师。因为张继信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 charismatic 的一个法师。然后呢，有一个跟。道教故事还是叫神话，就是最有名的之一，就是萨手锏的故事，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认为那个萨手锏的问题，我知道李教授，李教授也写了一本书啊，还有这个方面的学术也很。但是我有一个看法，那个杀手锏的这个东西我都仔细看了，我觉得历史上没有杀手锏，它不是一个学问，因为杀手锏的故事完全没有什么具体的，不说地点，不说时代，不说它的地址，不说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是一个纯粹的，也非常美的，非常。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但是也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 myth 一个神话。他说什么？三生天是一个先是一个那个 physician 一个 doctor， 然后要他就错杀了一个人嘛，就是把那个药弄错了，所以大家不会继续做那个 doctor， 所以他要做一个法师，但是他招不到一个师傅。然后他听说所有法力的法师就是中心都要到龙头山去，但是他招不到。然后这个故事好像你们都不知道，不要多说。但是这个是那个这个名字那个神话的最后的最关键的内容就是什么？就是你如果要当一个法师，但是在当地找不到师傅，没有资源，没有钱，这个三十亿的都不知道做钱的问题。没有钱，没有资源，没有力量，没有关系，没什么，你要到龙虎山去。在龙虎山都可以得到，可以守住，可以修炼，然后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好的一个方式。所以那个三岁天女不是，就是为了说龙虎山现在不是收入而已，是收入之上也可以学。所以这个龙虎山研发的关系也要从一些发展来看看。有第一个前的阶段，就是从唐末到宋徽宗，就是一个给法师提供一个服务，一个单门收入。然后后来就有更密切的关系，就是龙虎山就开始做一个修炼法的那个。我从张溪县的弟子和他的大弟子，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在龙虎山变的可以是，所以就是张书玉的那个英宝大法。但是从这个东西也是从张继信和他的弟子开始。其实第三个说法，那个学术的说法，我已经也看到了，就是那个地缝经济的发展，对，现在比较的。最后一个东西，然后我就结束。对，龙虎山是一个收入的中心。后来他从天师之都就发展了其他的衣食服务啊，封神啊，还是驱邪啊，还是卖了天师符，有各种各样的服务，但是。开始最基本的、最关键的服务开始是别人收入。所以为什么有从泡沫以来有那么多人是每年三次上元主院下院，同时就是很多人就到龙虎山去收入。原来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社会很乱，但是那个串动那个收入的方法就没有效了，一直到唐代就是收入的互动很多，就是在公馆里面集中，在六公厅的故事也可以看到，有人就是去了一个公馆就收入。但是这些公馆就是被战争，也很多被战争就是坏了，就没办法继续那个收入的活动，所以就有这个。龙山这个地方开始欢迎从这个地方来的人来说，就是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地方。但是还有另外一回事，就是龙虎山宗师
有，我先说过那个坚和硬，对，坚和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垄断，因为只有一个坚和一个硬，只有一个人有这个坚和这个硬，只有他会有效的去传入。然后在后来转在写的这个故事里面，他们更具体的说，把张大明是给他的老大庄太三个剑印和杜公路，他说只有杜公路就会败掉，就是给天上的神沟通。如果没有收到这个杜公路，你败掉没什么效，没有用。这个说法也是完全新的，在19世纪那个南唐朝这个时候之前，在稻草里面看不到那个杜公路这个概念，所以他们还在继续传那个传统的那个早期天之道的路啊，有真义美为路，24街，还有其他的路，所以那个老的路上面还继续转，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传统路之上，上面就加了一个新的路，这个新的路，这个杜公路，内容上没有什么新。记得杜公路里面还是那个真义美为路的。的东西放在一起，所以不是一个先驱性的创新，它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他们的创新性的东西就是那个垄断的说法，只有我们会赚那个杜公路，因为没有杜公路，你不想搞事。为什么这个说法就应该当时就通过很多这个其他的老师的怀疑，就是什么东西啊？就是那个传统上没这回事啊！你们怎么现在可以说，我们都需要这个湖南的话，我们不需要。但是这个说法是一直到就是慢慢的不变化，到宋末已经是完全被接受。第一个是比较像的张叔，就是张叔宇，但是我们岳母奇怪，因为张叔宇是龙山的老师，但是他，但是后来那个金庸中的其他的那个跟龙山的是特别密切关系的老师，一开始这样，一直到宋末就已经完全结束，所以从宋代以后，就所有的老师就说这个杜公路，这个杜公路就是。在龙虎山应该唐末还是南唐朝时期，就是弄起来一个系统。所以这个那个先驱方面，宗教学生方面很有延续性。但是那个他们的最大的新的东西就是那个垄断的概念，所以我的那个集体的书里面是吧，那个三都五公路啊，对，就是那个音用笔纸用品质杜公音，就是一些收录的图，那就是后来的，就是明代的，就是清代的，就是乾隆的一个弟弟收录的一个图。那就是有空白的是吧？最后一句话，这个垄断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因为你知道唐代的中西没办法想到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知道，他们在荣西有那个张道陵后代那个说法，就是很普遍。然后他们这个已经说到了，那个地方有张道陵的庙，或者关于这个张道陵的庙，他们说我们是张天寿的奶奶祖孙还是后代，这是没有问题。但是说那一代天师，就是只有一个，就是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天师学者他们把这个区别没有够好的这个内感进去。比如说啊，他说那个南北朝已经有什么十二代天师，可是没有十二代天师，在历史文献里面不是十二代天师。天师十二代之孙，完全不一样。你在哪里第一次可以看到哪一代天师这个词？还是在陆光亭里面？然后在宋代又开始有古典用到的一个说法，就是人格在。什么时候只有什么时候多好，就会有一位一个人用天师参考来形容，其他的都不存在，只有所以这个垄断的就是那个宗室的概念，宗室是。在什么时候只有一个宗师，所以他有一个垄断，就是救助其他的人，守护啊，这边等等。所以这个概念在哪里来的？我认为是第一次在中国社会第一次有人用这样的说法，用这样的词汇来说。这是沈辉啊，就是刘祖，刘祖之后，在他们在中期的那个禅，这个时候还不算禅宗，后来是个禅宗的这些和尚，就用这个说法，就那个沈辉有不仅沈丘，就是沈辉的弟子，有这个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天下只有一个皇帝，所以我们的僧侣只有一个宗师。当时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项目，然后就很成功。所以在第八世纪，在佛教界已经成功了，就道教界就看了他们，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就很快，第八世纪、第九世纪，很快有一些老师开始说宗师，天师和宗师是一回事。就宋代的老师都这样说的非常清楚，宗师、天师都离开一个概念。第一，最早的道教界里面的宗师就是孟子，他们是最早的，很聪明。来用这个新的想法来给大家就是为他们一个很期待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选择。然后啊，他们因为他们谋生同时就很成功，其他的道教的生意就开始马上开始模仿他，所以龙山宗师开始称呼自己末一代天师，之后50年左右，在一个早上跟龙山是同一个人，于是在那个喷泉旁边的那个小地方，他们开始完全就是很明显完全模仿龙山，龙山是宗天师，一个早上是对学。龙山有龙冠穿正义路，刘早山有龙冠穿那个
中国也是冰雹文明。那他们的神话，那个格早山怎么来过？格早山那个来开始，格早格山把他的弟给他的弟子穿他的衣服，他的剑呢？这些神话完全模仿那个什么，但是更晚一点。然后茅山的三星洞穴一模一样，也是晚30年是分的。所以这个模式就很快被所有的老师给解除了，但是创造这个模式还是共产的模式，因为他们当时的条件一个在很多历史地的毛病更好，因为有经济啊，有军队啊，那个军的圈子也有那个经济的圈子，他们就更有好的更好的条件来创造这个新的宗教组织。好，我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希望有问题。非常谢谢高教授很精彩的演讲，非常多的资讯，非常丰富，因为我们只有大概10多分钟，我这里都不讲，我们就直接开放。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高教授讨论？因为如果暂时没有的话，我觉得刚才有个地方没有讲到，可以帮我们放下那个 PPT， 那个张道陵香火发展那个页，因为把整个背景啊，跟它的这个发展历史跟最后的一个结果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刚漏了一块。再想点神话创造的下一个是香火发展。这个、对，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就是说这个到底原来是什么样的情况，从修丹嘛，然后到一个驱邪，啊，到最后成为宗师。那如果按照这里，我们看到那个高寿的资料啊。很多大概都在9世纪，南唐是最清楚他那个驱邪的形象。那再早一点的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张道陵，在杜奉金的高教里面提里面有一卷专门有一共10个专门谈到张道陵的一个预言，就是诗不是意，我们当然还是要更多的、更多元的资料来看到一个从不善之前的一种道理。但是从这些故事和一些其他的资料来看，很好玩，就是张道陵是跟就是拜他的人有直接关系，就是可以碰到他 ，is physically present， 但是身体的来跟人交流。有的时候我们会蒙他，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就跟他有跟这个。physical relationship， 所以我觉得很好，像当时的张道陵的庙都有他的灵位，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 position， 因为他说话，你听他的话，看他的样子 ，is this very present， he touches people, you know, it's physical relation to people. And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interesting about. Meanwhile, question, 就是因为最早的那个张道陵的传，就是那个周公的《申心传》，但是这个《西
千万那个 textual issue 是复杂的的要素啊，多重的，因为有所有的圣贤传的传都有，因为很多没有原来的版本，也有比较早的，就是印圣贤传的其他的书的比较晚的，有一些是比较可考的，一些是完全不可考，有一些是半可考的，是张道陵好像是在那个半可考的那个类里面。但是有些是说很喜欢歌功不说天之道，但因为这个描述就是天之道的描述，但是不用天之道这个词，然后呢它完全集中于那个炼丹的那个这个东西，然后不谈到他的儿子的哲学，张翰庄路啊，所以有人说就是因为罗红不知道还是没听说过天之道，还是反对天之道，还是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张道陵，但是和教内就是天之道这个传统之内的这个张道陵的描述完全是很不一样，是很少看那个炼丹的，看那个驱邪啊，那个还是要去那个，不是甚至那个，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没有那么大的毛病，因为在国共也好。在那个教内传统的也好，这两个方面都有，有集体的那个组织，还有个人的修炼。所以在教内那个天池传，别看到他编著单传的，不太重视这个方面，但是也说到他的两个弟子。所以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给人类看那个救度的路啊，稍微说明白一点，然后他也要做他个人的修炼。第一个方面是传给他的儿子，第二个方面是传他的弟子，所以适度。和父子关系都有，在后来的说那个汉天师世家，就是历代张天师的传，就是名著变得就是很完整，但是也有他的很高的价值，不是一个历史家具，是我们了解中天师制度怎么考虑自己，有这个贡献。因为大部分都是神话，但是为了研究宗教，神话是非常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完全更重要的。所以在这些历代中天师传里面，几乎每个导师都有这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跟很多人有收入啊，在做什么什么杂交啊，所以他有这个角色，但是也看到旁边也看到，对他自己还是修炼还是炼丹还是什么静坐，还是就历代的坚持用不同的方法来修炼，后来是很多就是做内丹的东西啊，比较早是那个外丹，还有其他的不同的那个修炼的方法，但是无所谓，每个坚持都有这样的方面，就他的就是管一个宗教组织的角色，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个人的角色，所以。在很早期，张道陵的现象已经是这样子，我就问的不用奇怪。
隔空是对应该感兴趣，在比较充实这个方面，牵扯到的那个什么后来的那个建设之来这样的那个书里面，比较充实这个那个机器的组织，就是很有道理，但是各个方面都有。还是那个牵扯到那个传统没有排除他的弟子赵深和王昌，他们两个一直是很重要的人物，在龙虎山还可以拜他，他们两个在正道的庙方面有赵深和王昌，他们一直继续做那个龙虎山 self history。龙山自己写的自己的历史，他们一直有这个很关键的角色，没有排除，就没有冲突，觉得是很有逻辑，因为那个宗教领导有他的那个公开那个个别版，有他自己的。会有些问题，要再消化一下。我本来是很惊讶，第一个不惊讶，就是说，天心正法嘛，对不对？然后我们都知道天心的法师，他会在受那个真理路工作。但是刚才那个高师跟我们讲，在九世纪之前，哪跟灵媒有关？所以我们在讨论道法的时候，到底有没有那么清楚的东西？因为这是我们这个计划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哦。我觉得正弘可以。在天师庙，不是也有这样的东西吗？对，有一些可以跟目前没有。是。我刚好顺着刚那个问的问题，就是刚高安昌老师有提到那个龙虎山有三层嘛，然后看起来比较早发展的是那个天师庙，或者是正一观。的那个地方，它原来是一个张天师从事的地方，那后来可能有天师府或者是大上清宫，上清宫什么时候开始？是不是首先我们之前有在讨论天师府住的是张天师世家的家族，然后大上清宫住的是这个这些法官啊，或者是道士等等，或者是在大上清宫里面还有好几个院嘛，下面有好几个不同的庵什么的，可能36的那个住宅。那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分？那是最早发展起来是大上清宫还是什么？这个，然后是不是后来张家的家族全部都住到了这个真人府，或者我们说天师府这边？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一个发展？对，我认为，我认为那个张家一个庙。在下游，不远呐、啊，就十几公里而已、啊。但是不是个镇，这里有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镇。很好玩的是，好像都去过。很好玩的是有一个很大的桥，离那个天师府很近，有就是1870年代，Portuguese and Italian missionaries 建的一个很大的桥，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要做最顶层的话，就应该要在那个巴基斯坦的方面要建一个中间寺庙，这是我看到的希望。现在的情况下，肯定是挺困难。那个张家人的庙是更早一点，有可能在这里有拜张家人的一个，就是所以，
司马迁人就把龙骨山放在中间附近一带以后，但是我没有很好的根据，因为那个南唐朝碑就是为了这个地方建的，但是这个碑书看到一个新的嘛，我们可以了解以前已经有拜张高丽的一个地方的，已经有张高丽的香火，但是他们说一个新的庙，所以老的庙也在这个地方不完全清楚，就是我是猜的，就是没有大概好的点。然后这个地方发展就是从唐末年有那个印。就会发展，因为有这个军队，所以这个地方更安全。然后我觉得那个将军姓尼亚，这个尼亚跟张氏应该有很密切的关系。后来宋代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姓尼的那个跟张先生结婚的女人。所以有这样一个也怪那个尼亚在这里建那个军队，就是八就是第八六还是八七年代左右的，这也是比较早。然后上清宫上清宫是龙骨山，就是那个元代龙骨山，就是说是宋初年很早的，就1900年之后很快建的。所以就是不容易，因为那个宋代都建的记载不多，不具体，所以我们很难说清楚一个地方是什么是现建的，什么是后建的。就还觉得建一个庙，然后有这个那个军队，还有那个马里东西，然后那个装饰，关那个庙的装饰。就搬到那个镇里面，你还是做买卖，还是做参加那个军队的那个管理。我们时间有点超过哈，来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李姐。然后我是政大宗教所硕士生毕业，刚毕业。那我想请教老师关于刚刚您有提到受这一路的垄断是在道教发展历史上很特别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在我的想象中回答了我一些问题。就是说在这个路被垄断的同时，是不是也代表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一个人要成为道士，那他的所具备的那些特质有一些部分可能大家已经看不太到，所以必须有一个很具体的路才能够去证明说他是可以当一个道士。简单的说，是不是当时的人已经失去了某一种信心，就是对于更本质比如说道士的特质这些东西，他们已经失去了一种感受或是信心，所以他们必须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
来掌握，然后才能够证明说这个人他可以成为一个道士。所以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在道教的发展当中，在这个时代失落了，才会造成这个现象？然后那些原因会是，社会经济的，还是人的生活的方式改变了？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或是了解，很好问题。我对你的问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唐末也好，宋代也好，明代也好，现在也好，历史上在农村收入的人，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有可能大部分不是道士，是跟你我们一样，有信仰，当然有信仰，你不信你不用去了，但是不是为了当道士，就是为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在那个报告的一部分说过，那个农山制度跟那个早期天师道人去行就在这里，是所有的人会有资格收入，为了救度，就是他们去世之后就不要往下往那个地下的地狱去，而会直接到天上，到县政或者镇政或者省政。在还要看那个，就问这个问题可以跟很多不同的资料，就是我觉得也很好问的是杜邦怎么读书，杜邦有这个方面有好几个，不是说。你虽然是很年轻的时候，你小二的时候，收获了很舒服的那个地界，很简单的那个动作路，啊，你忘记了，动作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你有机会有意识到，你后来完全忘记，无所谓，你已经是一个神，一个 God， 所以你去世的时候。你会放心呐、啊？那个地狱的那个教会不会来找你，完全不会。对，很多人就是历史上，现在也是，我也有朋友去过龙虎山说，就是我这个目的，他们不会做法事，不要听道士，他们要救度自己。历史上都是这样，所以到去龙虎山守路的人就是有很多官。这些所谓的那个 atheistic 没有信仰啊，这些 confession 啊，他龙虎山收入，因为要上山，很多上山比较对社会有影响啊，有文化的这些，很多就收入，就别说那个文昌路，跟那个文昌帝君下面的那个山官，对，所以那个收入的问题跟那个道士。是专业导师在社会的位置有关系，但是也是两个不同的点。另外一个路是什么呢？一个路是一个你要配在山上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收入或者这个你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你不会丢，你不会放在就不干净的地方啊，你要非常非常慎重，所以你不得要盯着你看，所以就因为是最宝贵，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掌握这个路，就是马上分它，马上就是分，就是把它送到天窗，就是在天窗的孤峰里面就更安全，你不会发现问题，不会被偷了。所以你这样做的话，到今天来就是有可能是最普遍的那个
管这个掌握那个路的方法，就是马上跑。所以你不会给人看，但是那是有另外一个，就是跟路不一样，冈山跟路有关系，但是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文件，就是那个折叠，折叠。这里就是说清楚你现在在天上有这么样一个那个仙观或神观的这个位置，就是直接跟那个官方的读解不一样，因为读解是很纯粹的那个心证的一个关系，直接是跟天上的有关，但是也有同样一个职能，就是让。就是跟路很不一样，路是最那个 sacred 的最圣的一个东西，你不要给所有的人看，因为是太宝贵，太秘密，就是因为有个用你自己保护你自己的那个身相在里面，就是非常那个 intimate， 就是不要找别人，但是直接很不一样，直接是给公开的东西。哎，你是这个老师呢，你就给你们看你的职业，还是跟着一个路可以这么好，你职业就是一种职业，对，路没有这个功能，职业有这个功能，但是你受路的过程当中，当然也受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各种文件，包括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就是为了你刚刚说的这个职业。但是你的问题是很有道理，因为我们也可以看一些故事说，有一个社区邀请一个导师来给他们做一个仪式，什么一个斋或者一个教这样一个仪式，然后他们发现这个导师没有说过。哎，不行，你要做的东西没有用啊，没有效，你先去收入，然后我回来。所以他们就是老百姓很关心这个事情，但是因为是他们就具体的过程跟好像他们没有看，就是我看你的部门可不可以看一下，不是这种，就是他们有折叠啊，是这样的过程，不是。但是问题还在，你有没有说过？我们时间超过的比较多，大概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然后事情再交流。我们再热烈掌声，非常感谢高教授为我们分享。谢谢各位。